比较接近，倾向右转。其实这种的话，一对比看状态就大概就知道是谁了。肉量上，看一下后面吧。对，肉量没有拉开嘛，看状态嘛。身高一样，体重一样，倾向右转。哇 ，C 位这个臀，倾向右转。现在 C 位的这个状态看起来应该是最好的，看扭一下，哎，但是这个角度又感觉倾向右转，你感觉旁边那个干一点啊？旁边那个更跑一点。前展双关二头肌。刚刚又有人说这三位选手其中一个是昨天比大学生的比赛吗？那我又忍不住了啊！我要说这个右手边这个，右手边是大学生是吗？对。那这个让子弹飞成不起我，这他妈是八岁，哈，太大了啊！那介绍一下选手啊，391号徐秦朗，404号李俊强，380号张宇凡，404号、380号交换枪位。好，两侧调换了一下。如果是第一个是这个动作的话，那可能 C 位这个去拿的概率要大一些。看看侧面的这个效果。张宇凡会更好一点，这个倒是。后展上左边这一位他手臂饱满一些，请不要互相遮挡。看一看这个背部的对比，后展背过肌，这个基本 C 位这个腿后侧应该是赢了，但是造型稍微差了一点。